谢你送我回来，今天的事很抱歉。我希望不会再有下一次了。放心吧，不会了。但是电脑上有一些音频文件。你醒了，我把药放在这儿，等会儿记得吃药啊。送我来的人呢？你那位朋友在603病房。他怎么了？受伤了，在休息，等会儿记得吃药啊。
那个，你醒了，东西没有被他拿走吧？你放心，都处理好了，里面是你和秦老板的录音。那就好。不过林泰找那个干什么？难道是霍坚指使的？我也这么怀疑。不过，以后不管你做什么，都别逞能了。你这是上司的命令呢，还是男朋友的关心？有什么区别吗？当然有区别。我报答的方式会不一样。就算是不认识的陌生人，我也不会袖手旁观的。更何况，你还是我名义上的女朋友。进来。哟，苏小姐在啊，你赶紧回病房休息吧，我在这儿照顾李先生就行了。我今晚就住这儿。怎么，你是他女朋友还是我是他女朋友啊？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他的。